现在骑 U bike 才有那种以前那种感觉，算是真的多练就会进步。器材不是绝对重要，但 Hello 大家，今天我们来到了熟悉的剑南路。大概我才刚骑车的时候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我那时候骑公路车，然后在这条路段竟然被骑 U bike 的这些骑士刷卡，所以今天已经算是我骑车应该是第二年了。那我想说要来复刻挑战一下，我在这段路程当中，以前我是被骑 U bike 的人刷卡，现在我们可能骑着 U bike 挑战剑南路加棕色路的路线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，Go Go！我记得我在之前挑战这段路骑乘公路车的时候，大概的最佳成绩应该是9分多。现在刚出发，希望成绩不要落后太多。我们就来挑战一下，看看骑 U bike 跟公路车会差多少。9分01是我们骑到剑南路段的山顶的部分，大概全长1.67公里左右，爬升快200，180吧。出发。刚开始会稍微是缓坡，但等一下到一个大概180度回转的弯之后，就会开始是连续的陡上了。总长没有很远，但是这边平均坡度有大概7%左右，其实蛮有挑战的。而且骑 U bike 还蛮明显，一下就觉得这个车重跟平常骑公路车完全不一样，然后齿比又只有3档可以做，踩起来真的比较辛苦一点。哇，现在心跳已经155了，应该比平常都还有点爆表的状态。准备进入第一个大弯了。这边坡度大概有，我看一下，11%左右，真的假的？太陡了。哇，前面这边算是第二个整个路段当中比较陡的一个持续上升，距离坡顶应该剩不到1公里了。经过刚那一段大概平均坡度9到10之后，会稍微缓和一段，现在平均坡度大概只有5到6%，然后转过这个弯，这个直线就已经快到了，快到我们坡顶了。现在时间9分30秒，已经超过30秒，可是距离已经快到了。这边是稍微平路，齿比就可以慢慢加重一点。10分钟了，快到了，冲啊！看到顶了，
我们等一下准备来挑战第二段，也就是中社路。那中社路我自己的之前最佳成绩是骑了15分01秒，然后它整段大概接近4公里，爬升有到200多块300。那我记得平均坡度比进来路稍微矮一点，就平均坡度也大概有6%。现在想到有点腿软，因为这车骑起来真的蛮重的。我们等一下前面中社路进去，就准备开始我们的挑战。OK， 我们准备出发中社路的挑战，已经进到中社路的路段了，开始出发 ，Go。哇，大概骑了1公里，明显比刚刚那段距离还来得更长，喘度明显提升。骑 U-bike 才感觉到骑公车的好，因为公车很多段可以变速， U-bike 只有3段，像现在坡度大概8%，已经最轻档还是很重踩，这个时候脚就很快就快爆掉了，所以要转换一下动作，不然大腿一下就硬掉。中社路比进来路好一点的地方是它中间还有一些平缓的地方，没有一直持续上坡的陡坡，可是相对来讲它就是长度比较长，跟进来路比较不一样。进入最后2公里，就是开始厌世的阶段，觉得哇，怎么每个弯都踩不到？这就是刚骑车的时候，真的觉得最后2公里超痛苦，因为这边其实感觉好像过了一个弯可以休息，就下一个弯再继续。但其实骑了1-2年后，现在骑 U-bike 才有那种以前那种感觉，算是。真的多练就会进步，器材不是绝对重要，但还是有影响。哇，爆心跳已经举灯了，心跳也快170了，准备最后冲刺，看到终点了。西南路由北安路上，我们原本的成绩是9分01秒，今天骑了10分25，
跟我们刚刚记得差不多，大概慢了一分半左右。但是脚踏车不一样，看起来因为这个成绩已经很久了，所以有可能我的体能有点进步。然后我们的建中健，就是中社路这一段，总长 3.96 公里，爬升259公尺。我们原本的最佳15分01秒，我今天骑了20分52，比例来讲慢了5分钟，跟它比起来好像差不多齁，等比放大光，跟建海路差不多。所以其实今天这样骑下来，用那个 U-bike 骑一样骑得了，只是过程真的比较辛苦，因为如果你没有水啊，放在这边其实会蛮晃的。然后在上坡的时候车子也蛮重，所以骑起来真的比较辛苦，但是整体骑起来还蛮舒服的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脚踏车，其实也不一定要急着入手，你可以先用 U-bike 骑骑看平常这些阳明山系的入门路线，如果真的非常有兴趣，我觉得再买车也不迟。但是其实 U-bike 可以骑上来的，不要觉得 U-bike 不行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骑到这边，准备要下滑了。我今天刚好没有带心跳带，然后我直接用瓦霍的手表，它可以广播车表，算是还蛮方便的。其他功能我还没有试过啊，接下来如果有事再跟大家分享。我们准备下滑吧，如果有机会，大家可以尝试看用 U-bike 来挑战这些山路，也是非常有趣的哦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就准备下滑啦。我是你教练队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